麻烦您能不能快一点？人家都已经等急了。方主任，那我就盖吧，盖吧。方主任，您看，玉玲啊，你这婚真的就这么离了？啊？哎呀，都结婚6年了，你能不能再考虑考虑啊？我怎么考虑啊？再拖下去，怀孕都5个月了。啊？怎么？哎呀，玉玲啊，玉。不说了，有什么话咱回家再说啊！回啥呀？回妈，咱先走吧，我有好多事要准备呢。你准备什么准备？你准备气死我啊！啊！停停停停停，这个味儿不对呀！啊，有没有这个新一点的？有啊！来来来来来来。来个喜庆点的，现代点的，有没有？有有有啊！来来来来来，月明，季红，你还待在这儿干嘛呀？怎么了，季红？哎呀，方建国已经把那个不要脸的接进门了，你就这样忍了呀？我们俩已经离了，他结就结吧，就跟我没关系了。哎，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你离婚不就是因为那狐狸精吗？接就接吧，还搞得这么轰轰烈烈的，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？行了，季红，随他去吧。啊，那你一会儿陪我去买菜吧，今天上我们家吃饭。不了，你一个人回家能吃什么呀？又是白粥、馒头、咸菜的，就这么说定了啊！今儿咱包饺子，气死他。谢谢你，季红。你说什么呢？咱俩可是一块儿插队到这儿的，这么多年的好姐妹了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？季红，哎，月明，岳老师，你没在家，我猜你准是到月明这儿来了。你们俩真是趁不离途啊，离开一会儿都不行啊。哎，文辉，嗯，我一会儿让月明跟我一块儿去买菜，就上咱家吃饭，就包饺子。好啊，那我就沾月明的光了啊。走，快点。哦，那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把手里的活干完，我就去找你们啊。好，哎，快点啊！哎，先走吧。哎，好好。你带我。哎，志明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又头晕呢？哎呀，他本来就贫血，咱们带他上医院看看吧。哎，好。来，志明，来。这些人呢，都是来看热闹的。他们是在看我的热闹。没事吧？走吧。王辉。哎，怎么样？去做检查了。那你说会不会是因为方建国今天结婚，月明不高兴？哎呦，你哪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嗯。方建国前阵子去县里公干，跟一个姓林的女的搞上了。这么说，方建国是因为那个姓林的才跟月明离婚了。那姓林的女的已经怀孕5个月了。啊！月红，月红，怎么了这是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就这么几个人？啊！现在还没到年。新娘子都接回来了。还等到什么点呢？是这样，今天县里头啊有个会，我们镇上的同事啊都去开会了。哎，这现在来的都是我的朋友，也不少了。怎么就偏巧结婚这天开会？你是镇政府办公室主任，事先不知道的？哎呀，这是县里临时决定的。别生气，高兴点啊。你不高兴啊？
我高兴。你能不高兴吗？说是用伏尔加来接我，结果来了个北京吉普。你说凭你的身份地位，怕是摆酒的时候都坐不下人，结果就这么几个。你说都这样了，我都愿意嫁给你，你能不高兴吗？我高兴，我特高兴，真的。啊，黄大夫，哎，月明呢？啊，月明他到妇产科去了。怎么回事啊？恭喜啊，她怀孕了。诊断书。今天真漂亮，兄弟啊！哎，花姐，啊，赶紧喝了，来了来了来，行了，喝吧。你说这结婚六年都没怀孕，这刚离婚就……我跟你说啊，这孩子可不能要。可这也是我的孩子呀，真没有想到，我居然怀上孩子了。老天真的是在跟我开玩笑。现在才两个多月，还来得及。文辉，你说是不是？季红。这事儿还是听听月明的意见。月明他现在是一个人，哎呀，跟你说你也不明白。月明，赶紧跟供销社请几天假，我陪着你，这事儿可不能耽误了。秋红，你怎么了？你还犹豫什么呀？方建国现在跟别人结婚呢，正接着呢。月明，月明啊，妈，哎。哎，你还能管我舅妈？好，月明啊，我不管你怎么看建国这混小子，也不管他娶了几个媳妇儿，在妈心里的儿媳妇就一个，就是你。妈永远永远都会把你当媳妇养，当闺女看的。妈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妈，我永远都叫你妈。今天家里不是那个吗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，玉明你。你干什么？啊，你真的有了？那这个、那什么呢？这孩子不能要，我们已经商量过了。不要啊？怎么要啊？月明现在是一个人，你让他一个人怎么养这孩子？我养啊，我们方家的孩子当然要我来养啊。你那当干部的儿子刚跟月明离婚。哎呦，他跟月明离婚我不管，我心里啊就认准这个儿媳妇了，月明永远永远都是我的好儿媳妇。你认能让方建国再娶月明吗？这月明啊，你真打算？妈，说句实话，这孩子也是我的孩子。刚才医生跟我说了，我身体有问题，怀上一个孩子不容易，没准以后再也怀不上了。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怎么来带这个孩子。这个你不用发愁，月明，那孩子啊，妈给你带。再说了，那方建国就再不是个东西。这孩子没罪吧？更何况他来都来了，你怎么忍心不让他活下来呀？哎呀，阿姨，你就别为难月明了。月明还年轻，今后他还得嫁人呢。你让他带个拖油瓶，他怎么再嫁人呢？嗯，您要是真把他当女儿，您就应该为他的将来着想。说不清楚的孩子会毁了月明的将来的。再说了，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，您让他将来长大了怎么想啊？我月明，文辉，我们走。月明啊，妈，你这是干
干什么呀？快起来嘛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是干什么呀？妈，求你了，求你把他留下来行吗？留下来吧，求你了呀！妈，我还以为是别人嚼舌头呢，这原来是真的。哟，小衣服还挺好看的，跟谁怀上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这外面都传开了，说这孩子是方建国的，方建国是我男人，这事儿自然跟我有关系了。好，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这孩子跟方建国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你信吗？我信，我特别愿意相信。这事儿就不能跟方建国有关，这要是跟方建国有关了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这日子还怎么过呀？你既然已经知道这件事儿跟方建国没关系，那就先走吧。你不用这么仇视我，我跟你一样，都是受苦受难的女人。你要是恨，你就去恨方建国。我谁都不恨。你爱恨不恨，你心里比谁都明白，你恨谁。你说完了没有？如果你说完的话，请你走，请你走。你别这么对我。要生了，疼着！快点，快点，不行，再去医院啊！去医院！哎呀，哎呀，穿上衣服，穿上衣服。你是不是嫌我没给你生儿子？我没有。怎么没有？我这没生的时候，你天天对着我肚子喊“乖儿子，乖儿子”，现在连看都不看一眼的。你不是说你找人算过了吗？不是说一定能生儿子吗？怎么一下弄出个姑娘来吗？我这满脑子都是儿子，你让我这脑子一下怎么转得过筋来？你能怪我吗？是你下错了种，你怪我干嘛呀？哎呦，你也不行了。不是找的姑娘不是一样吗你？小娇娇，我拿药。江宝通。叶明，你这是，这肚子怎么？哎，叶明，干嘛呀？像掉了魂似的。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。什么不可能啊？拿杯子给我喝点水。哎，我刚才看见江月明了。你看见江月明，你慌什么呀？他那个大肚子了，他也怀孕了。这是女人都得怀孩子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不是，你看。哎，不对呀。就他没结婚，你生孩子，他怀的呀，肯定是个野种。月红，你都是个有孩子的人了，你积点口德好不好？他这什么意思啊？搞没搞错？我才是方家的儿媳妇，我说那新疆的几句还不乐意了他。月明，月明，妈，月明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去检查了是吧？啊，怎么样啊？挺好的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江一梅，你告诉我，你这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吗？放开我！方建国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。你的肚子
叶明。哎，廖老师啊。方主任，大妈都在啊。季红跟我说她有事儿来不了，让我来接你。原来你们两个早就搞在一起了。哎啊，一对狗男女！方建国，你胡说什么呀你？方主任，你怎么能那么说话？你不能信口雌黄啊！廖老师，你别理他，他疯了。你才疯了呢！建国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妈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们两个说不定早就偷偷的搞在一起了。我是亏了跟他离婚了，要不然我这绿帽子早就戴在头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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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说这话，你还是个男人啊？想知道他怀的是谁的孩子是吧？妈，你给我站稳了，定好了。妈，这孩子是你方建国的。妈，不可能！那是谁的？我是爹妈！妈，你是爹妈！爹妈！叶明，叶明。啊、月明来了，季红，哎呦，小江，来，哎呦，看看我抱抱我抱抱，来，慢点啊，哎，你慢点，哎，哎呦，哎，哈哈，哦，哎，小江真好玩，哎，月明，嗯，给孩子起名没有？没啊，不就等着你呢吗？哎，对，秀才，赶紧给起个名字。我呀，还真想了一个，叫方浩怎么样？你脑子坏掉了。这孩子怎么能姓方呢？这孩子跟方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，我想过了，我们对孩子还是要诚实一点。孩子要长大的，早晚会知道他爸爸是谁。坦诚以待，心如明月嘛。瞧瞧瞧瞧，你们俩一唱一和的。呦呦呦，还吃醋了你？我就吃醋了，怎么样？吃醋你不给我抱？好，爸爸你小心啊，小心，小心，哎。